爆料人士韩颖华，在模特界算教母级别的人物了。韩颖华在中国大陆名号享有金牌魔女教母的称号。11号，她出面指控曾志伟性侵女艺人。微博上大大抛出曾志伟的照片，韩颖华劈头就说他不止一次性侵女艺人，娱乐界众所周知。说模特去香港演出，他就做好人带模特去 KTV， 其实是变相扯皮条。后来六枚模特个个都倒下来，剩下韩颖华的学生。这时曾志伟与另一名男子还用广东话说：“怎么还没见效？”邓光荣强奸你是真的吗？5年前，港星蓝洁瑛曾向媒体爆料遭两位香港演艺圈大哥性侵，近来影片在疯传，不但点名已故的邓光荣，也有曾志伟，震惊两岸。只是影片中记者声音被发现从男生变女生，疑似以花接木。这边左边。曾志伟也发声明驳斥，还说会追法律责任，但这回面对中国教母级人物也指控历历，爆料再添一桩，大家都在等曾志伟怎么说。三立新闻张显腾报道。